男星儿4日在脸书透露，因在上海遇到水灾，让他和黄国伦差一点赶不上飞机，还好后来出现神机，才让他们可以顺利登机回台湾。他发文写道：“真的要哭了，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真实神机。”他表示，早上和黄国伦在上海结束商演活动后，赶往机场，准备搭航班直飞高雄，但是才刚刚出发，车子就一头陷入了水中。因为从昨夜到今早，上海下了一场暴雨，车道顿时成了汪洋一片。车子陷入水中后，当场熄火。他着急想着飞机行程就要赶不及，车子却还是怎么样都发不动了，怎么办？于是两人拼命祷告，后来真的来了一辆能跋山涉水的车，他们就搭上了那辆车直奔机场，最后也平安登机直飞高雄。对此他开心直呼没有不可能，感动表示两人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神机呀。